hey, 大家好，我是当当。Hello， 我是梁师傅。你看今天开场的地方特别不一样。没错，感觉好像是装潢刚要搬进来的感觉。对对对，然后屋主呢准备要结婚啦，然后现在就买了一间房子，然后好好的整理一下。那有这个机会，我们来这边帮他装个灯。装灯，我们今天要装哪几种灯啊？哦，今天呢屋主呢自备了两种灯，好，但是其实是算起来应该是说一种灯，但是两个不一样的牌子。那他们是去日本玩的时候呢，自己带回来的调光灯哦，自己带啊，对，可是自己带不是会有保护的问题吗？对啊，那但是有些人他是碍于说在国同样东西在国内买的价钱，这个落差非常的大啊，所以当然有人愿意赌一把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哈，这风险单你就要自己承担，因为像这些产品，它可以大家看到，待会我们美国外包装他们都会写哦，这个叫做什么 ？Use only in Japan。日本国内使用限定，就只能在日本国内。对，你在日本以外的话，出保护它是不负责任的。那这种调光灯在安装上面 DIY 的时候，如果说今天你装的是一个细双盖板天花板，哦，那当然没什么问题，没有什么困难的。但是如果比如说安装在这个是墙面是原始的天花板，它是没有钉这个天花板的，那这个时候要安装上去的时候就会遇到了一些问题。今天我们也会在这一集当中来教大家用一些很简单的方式，好，来完成克服这样子一个问题。Go。好，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哈，大家都知道，有时候常常我们去买这种调光灯的时候啊，在日本这边送过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还是会准备一个东西，额外买一个，就叫引挂。引挂。好，引挂。好，引挂。那在引挂之前，好，它就是必须锁在我们的接线盒上面，好，然后它到时候是这样系在上面的，再有一个设备引挂锁上去，再把灯放上去，所以它的安装上面会变得很简单。但是最困难的就是这个点，这个地方如何锁在我们的这个天花板的这个接线盒上面，因为它的规格孔规有时候会有点差异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它打开，我们打开，对不对？它是这样子，好，好，这个螺丝待会可以松开，待会可以松开。但是我们的接线端在这个地方，这边有四个洞，有四个洞。啊，你看它这两边会写 W， 中间是杠开的。所以在如果说你不确定说它的这个接孔的导通的情况是如何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先拿我们的三用电表，比如说现在我们先看这个是旁边这两个。插下去，好，会导通，有没有？有 ，B 好大声，好 ，B 很大声，对不对？好，另外两个也是一样 ，W 这个地方，好，会导通。所以待会我们接线的时候，中性线就是插在这两边任意一个孔，另外的我们从灯线能控制的地方，哎，就是接在这两边任意一个点，那就可以了。千万不要接错，把全部接在这边，一开保证炸掉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现在就拿我们的十字螺来吧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两个螺丝松开，盖子打开，放旁边，记得方向要正确哦，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做，对不对？待会是要这样子锁在天花板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所以待会是要这样镶上去。哦，锁反就尴尬了。不要锁反了。记得关闭电源。好，我们有没有看到？这是我们的接线盒，对不对？这边有两个锁点，两个锁点。好，那待会我们要锁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们会先把我们的电线呢，从这个中间这样穿过去，对不对？好，要对齐。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哎，那个距离好像不太一样，有没有发现？好像不太不合哎。这个比较短，对，这个的距离比较短，对，这个我们台湾这边的距离比较长。哇，台湾人比较长啊，知道吗？Yes， 我们在锁上去的时候，有人就常说：“哇，怎么办？锁不到怎么办？”我告诉你，还有别的方法。它这个耳朵是平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平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要凹它，对不对？啊，答对了，答对了，你很聪明，你很聪明，出师了，出师了。我除了长以外，我还会转弯，上上左左，下下右，上上左左，下下右右。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的，应该年纪蛮大的。偷天换日嘛，对不对？至尊三十六计之偷天换日嘛，对对对。你明眼老爸在你后面，他非常。你看我故意把这个锁耳往里面内折一下，它是不是待会锁螺丝的角度就不一样？那我现在锁两根给你看，有没有？它是不是就内缩了？对，它内缩了。内缩了，是不是同样的道理？这一只往这边搬，它是不是就进来了？但前提是你这个的锁孔的这个位置是要正常的啦。如果万一真的是不良好的话，你还有其他的做法。Okay。 好，猪尾巴就是你的好伙伴。
好，我们现在先锁一根，但是不用锁到底。好，不用锁到底。好，渐渐的往前逼，对不对？好好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稍微调整一下。好，这个时候两边轮流逼紧。好 ，OK， 有没有？那就上去了。哎、欸，对。好，那就上去了。刚刚这个引挂，对不对？呀、yeah.。好，这边是导通的，这边是导通的。先剥皮以后，准备来接 W 哈。这边 W 啊、哦，这边就是我们的灯线，对不对？好，来接起来，插进去而已，就这样插到底就好，那就 OK 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收上去。好，这样子螺丝收起来。好，恭喜各位。恭喜各位，你的引挂已经完成了。最难的部分吗？最难的部分已经完成了。哇、wow、哦，剩下就跟那我们这样呼吸一样简单。谢谢大家，下课。好，我现在来开他的箱。好，开箱他的箱。你看日本设计多棒，还给你一个提把，超棒。比较短，就要比较短。对，我们不是要冲啊不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直接拿是拿不起来的。直接拿是拿不起来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好大一个，因为它后面呢，在后面有文章，有没有看到？它这个你要拿起来，你要看，它有个箭头告诉你先往下拉。这边好还有方向，叫你要旋转，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哦，这样就下来了。哦，这样就下来了，看到吗？这个当初我们做的这个引挂，对不对？它就可以这样子插进去，顺时针旋转，转到底。因为它这边会有个刻度，会告诉你说对齐到上面的引挂，哦哟，哒哒哒就完成了。那现在装好以后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把我们的灯拿起来。哇，好大哦！好，灯拿起来。那我们现在要把它套进去。好，套进去，对不对？对着往上压就可以了，直接往上压。往上压以后要推回去我们刚刚那个 lock 的地方，这样推回来。哦，那你怎么转，它都不会掉下来的。那你当然把这个灯具固定在上面了以后，接下来就把这个插片，好插片，它是有防呆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会接错，塞进去，那就好了。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盖子盖起来。好，好把它塞进去，那是一个旋转的一个概念，塞进去以后，对不对？顺时针旋转。哎、欸，掉一声。对，掉一声。OK， 搞定，那就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试车了，送电，呜呼，就亮了，对不对？好亮啊！哦，它这个东西就是这样，可以调光的。好，可以慢慢加。哦，好，我们那个灯色可以变换。好，慢慢变。哦，有点那种粉色。暖色，暖色系。当然，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呢，那就自己看说明书吧。记得关闭电源。第二个是 N 牌。好厉害，对 ，NEC 啊，我看一下是 NEC 翻译是什么，我不清楚了。那总之这个是以前我们在玩电脑 常听过 NEC 这个牌子。那首先一样，我们先来装我们的引挂，熬一下，熬一下，哎、欸，进来了有没有？再来一点，然后就进来了。OK， 好，这样一个角度。那为什么我们这一片拖了这么久才拍？很简单嘛，因为太贵了，不爽拍的。好，把我们的那个白色的那个引挂接起来啊，也是一样，不要接错了哈。这边是同一路，啊，这边是同一路。好 ，OK， 那引挂完成。那现在我们来开 NEC 开箱。好，这个引挂看起来比较单薄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你要从灯具上卸下来，它是这样，跟刚刚那个有很大不同，有没有？它是这样，嗯，好，有非常大的不一样。好，那接下来引挂装好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把这个引挂器，好，再把它倒上去，旋进去，咔一声，有没有？就下不来了。好，接下来也是一样，上灯座，一样进来，瞄准，往上推，完成。它边一样有防呆，一个圆形，一个方形，好，所以就不要装错了。OK， 好，这样就塞下去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来装起来。
是一样，旋转，好，卡进去 就可以了。它有一个卡榫，它不像刚刚那个掉一下，它这个就只是一个塑胶的卡榫，卡进去它就不会下来了。我们就准备啊送电测试，哦，它一开就立刻亮，哦，好亮哦，立刻亮。那它是有段调光，它不是无段调光。你看我按住，它是不会变换的，它是有段调光，它不是无段调光。哦，因为毕竟这两盏是进口的灯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国内有没有一些 CP 值还不错，可以推荐给大家？当然有啦，因为我知道很多客人也会问说啊，师傅，那有没有相较于说这些进口货啊，有没有比较相对亲民一点的这些产品？师傅自己也有装过一些产品，那其中有一支师傅觉得还不错，那在未来有机会，我们再介绍给大家。它在安装上面呢，也不会有像我们说你要额外找个引挂。或是会有尺寸上的问题，它本身设计就是否台湾这个尺寸，它也不会有电压上的问题，比如说它可以是全电压，你要在三空的小办公室或是居家的办公室，从110到220它都有试试，然后它调光所以是无段调光啦。好 ，OK， 那今天就是以上宅水电的内容。是的，那如果对于灯光呢有任何的其他想法，也欢迎在我们影片下方留言。是，记得每周五晚上6:30进行准时收看 YouTube 宅水电。OK， 好，跟美国队长说再见，拜拜。